大家收睇家庭乐安居，我是节目主持人胡逸轩。相信很多朋友仔咧，中意喺屋企嘅时候都会觉得咁有个格调喺屋企咧，就零舍系唔同啲嘅。因为点解咧？要搵啲嘢咧去衬托住自己屋企咧，甚至乎咧，如果真系咧有啲朋友中意花嘅话咧，咁亦都系想咧屋企咧可以香喷喷，因为咧有阵花味嘅话咧，令到自己咧嗰种感觉咧，即系喺安乐窝入边咧，都会有一种温馨、温暖同埋幸福嘅感觉噶。嗱，不过咧花呢一样嘢咧，真系好讲学问噶。我哋搵到位嘉宾上嚟咧，同大家倾下偈，就系 Cookie 啦。Cookie 你好啊，好。我想问一下，譬如话好似有啲朋友咁啦，咁好中意话屋企摆啲花嘅，甚至乎咧，即系可能话啲人话花系一种好高深嘅艺术嚟嘅，因为咧要摆得靓咧，真系好难。其实先问下你先啦，即系最初开头嘅时候，点解会对花咁有兴趣咧？其实女仔都是喜欢花的，没什么特别开始怎样对她有兴趣的。当你接触多了的时候其实都挺好的，很 relax 的心情。在家哇有些花又怎样又挺好的。还有有时候放些花在家里，那些人下来吃饭看到哇很漂亮、啊、你放些花那就很开心。通常女仔都是喜欢收花的。但为什么你会自己落手落腳去布置埋啲花，咁樣去學識插花呢一樣嘢，即係點樣去安，即係去點樣去佈置屋企，甚至乎咧用一種藝術嘅擺設嘅方法，咁樣去營造出一個非常之好嘅氣氛。點解會咁努力咁着手去學嘅咧？咁又冇乜特別去學喎，冇乜特別去學。係啊，其實就冇乜特別去學喎。只不過係通常買花翻屋企插咁。買下多下咁我整下咁就 OK 啊，幾好啊咁樣。其實自己又冇話揾啲書去參考一下咁啊，睇下人哋點樣插會比較靚啲啊咁樣。都有嘅，即係睇下人哋啲相啦，睇下啲外國雜誌啊咁樣樣咯。咁學好耐之前，咁我有學下插花啊。咁樣樣咯，咁你話特別屋企嗰啲插花，咁其實就真係冇話真係特定去學嘅，純粹真係自己中意咁就 OK 噶啦。咁中意咁自然啦，有心機去整咁自然靚啦，樣樣都係噶啦。咁有心機整嘅嘢特別靚噶嘛。咁啊真係啊，即係攞個心出嚟整嘅嘢係特別靚噶嘛，咪先係咯。冇錯。咁今次咧見到Cookie咧都有好多好靚嘅花喺度啦。咁一陣咧要逐一同大家介紹。咁其實喺屋企去選擇啦，譬如話買啲花包翻屋企擺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有啲咩要點要注意啊？會唔會話即係有啲花即係可能擺喺屋企？可能会特别快凋谢啊，定系点样会有个选购嘅一啲方法会送俾大家嘅咧？其实选购花方面啦，其实我哋最主要就系拣一啲比较新鲜啦，点样睇？落去個感覺新鮮咧，咁就當然啲葉唔好黃曬啦，啲花嗰邊唔好黃曬啊、窿曬啊，咁其實都好 OK 噶啦。同埋究竟揀啲咩花好呢？好多時咧，啲人就會覺得好頭痕，對住入去間花鋪好多花，係啊，就好頭痕。係。咁我今日買咩花好呢？我擺咩花好呢？咁樣。咁其實好簡單，唔需要諗得太多，揀自己中意嘅就 OK 嘅。揀自己中意嘅。係啦，你望到啊呢個幾好喎，咁就呢個啦。咁你咪唔使諗咁多，咁咪直接咗買咗自己中意嘅嘢翻屋企，然之後就擺。系咯，擺自己屋企啦，整到靚咧靚啦，咁自然開心噶啦。你見到中意嘅嘢，自然開心噶啦嘛，係咪先？咁其實好簡單，唔需要諗得太多嘅呢個就。明白。咁處理方面咧，應該我哋點樣處理？即係買完翻屋企之後，咁始終有個處理嘅步驟噶。OK。係。咁我哋舉個例啦，好冇？係。咁我哋舉個例就玫瑰啦。係玫瑰。其實好多時咧，啲人就覺得，買咗啲玫瑰翻到嚟咧，咁點樣去處理佢好咧？係。咁嗱，有陣時咧，咁翻到嚟咧。有啲鋪頭咧就會處理好曬啲刺嘅，係啦。咁但係咧，亦都有情況咧，就係翻到嚟就咁樣好多刺喺度。我拎一拎俾大家睇一睇先啊！Cookie 可以慢慢繼續解釋俾大家聽，因為咧阿攝影師哥哥咧可以咧 zoom 近少少話俾大家聽，玫瑰花係有刺嘅，係好多刺，係好多刺㗎，係啦，係啦。咁咧，通常我哋翻到嚟嘅時候咧，我哋處理佢咧，我哋可以市面上亦都會有呢啲咁嘅鉗賣啦，係啦。咁我哋可以就咁刨走咗佢嘅。咁但係有陣時最簡單咧就係我哋可以攞啲刀仔，係啦，咁樣削走啲刺咁樣樣啦。咁通常咧削幾多到為止最
標準咧，咁我哋就會留翻上邊兩層嘅熱度，咁就 OK 噶啦。係。係啦，咁呢一個咧。我哋削完個刺之後咧，其實佢都有睇一睇，其實咧都有好多汁喺度。嗯。咁點樣可以令到個玫瑰花可以擺得再耐啲咧？嗯。咁佢個汁咧，我哋擺落啲水嘅時候咧，自然啲水就污糟啦嘛。係。因為佢有啲細細黐住喺個框嗰度嗰啲嗰啲皮啦，嗰啲玫瑰嘅皮啦。係。咁如果我哋可以咧，我平時咧就會做一樣嘢就係。先過一個水，過水，嗯，係啦，即係用一大桶嘅水先浸一浸佢，將佢污糟嘅物質咧沖走咗先，咁然之後再擺翻落個玻璃樽度，係，你睇下呢個咧處理咗嘅，係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呢一個靚靚嘅白玫瑰嚇，係啦，呢個已經處理咗嘅，所以啲水係好清啦，係，咁當佢啲水好清嘅時候咧，佢吸水咧就吸得好好啦，哦，吸得好好嘅，係啦，哇，因為點解你會覺得佢吸得好咧？就係因為個水清，佢吸得好，個腳就冇咁容易腐爛。因為啲水冇咁污糟咧，就唔會令到佢嗰個框咁容易腐爛。嗯、相對嚟講，佢個花吸水就吸得好好啦。嗯，咁自然可以 last 得耐啦。嗯，同埋個花開得靚啲。嗯，係啦，就係、是、咁樣啦。哇，真係非常之高嘅學問啊！咁同埋咧，大家咧，即係原來喺屋企中意咧呢個裝飾花啦，即係裝飾一下屋企嘅時候啦，咁啊點綴下屋企。原來咧學呢一個去處理花嘅一啲學問咧，原來都係咁高深。嗯，譬如話，除咗玫瑰花嚟講，有啲咩花係特別難處理嘅咧？其實，嗱，仲有呢個繡球花，繡球花係啦，仲有呢個繡球花，係。咁點解我哋會整呢個咧？係剪到咁短個腳咧？係，因為佢需要個水分好多，好多。係啦，佢需要個水分好多。咁然之後，我哋將佢咧剪到咁短，係，係啦，剪到佢短。哦，係啦，剪到佢短短咁樣啦。好短短嘅咋，原來，哇！我而家先知道啊。跟住用個矮啲嘅樽咁樣擺啦，咁佢就可以吸水吸得好啲啦。哦，咁樣可以吸水吸得好啲啊！咁就可以 last 到個時間，大約上起碼都一個禮拜到都 OK 噶啦。一個禮拜。係啦，如果我哋唔剪佢啦，咁原枝咁樣樣，大致上咁長度啦，都係係咪？咁變咗佢個水分咧吸得冇咁好咧，最多頂盡都係兩至三日。嗯，哦，原來咁樣可以 last 得耐啲。咁同埋得閒多啲換水啦，啲水望上去又乾淨啲，咁樣就係咯，吸水吸得好啲就會靚。係啦，即係咁樣，大家咧都係擺喺屋企嘅時候咧，都係想靚啲啫，係咪？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除咗呢一個繡球之外，這個玫瑰，哇，真係咧，即係嗰種擺設嘅嗰種方法咧，即係非常之靚啊！其實呢啲係。好簡單嘅擺法嚟嘅啫，好簡單嘅擺法嚟嘅啫。咦，我呢啲唔識嘅喎，哇，真係見到阿 Poppy 咁樣擺嘅時候，我就覺得好靚喎，真係。係啦，嗱，好似平時我哋屋企啦，咁 sofa 前邊有張茶幾啦，係。咁有人客嚟啊，或者平時自己擺嘅自己都想睇下花嘅時候，就好簡單買一個細啲嘅樽。咁當然個比例冇咁大啦。如果唔係你平時你再擺，可能擺個 remote 喺個台面，你都已經冇位擺啦嘛，係咪先？咁啊細細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咁翹少少草，就咁擺兩朵玫瑰落去。就搞掂，哦，就咁样得噶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就会方便啲咯。你知啦，香港人咁忙，边度得闲搞咁多嘢啦，系咪先？系啦，越简单越好啊嘛，呢啲就系咯。咁其实除咗玫瑰花之外咧，有啲咩花系可以俾我哋选择下，都可以摆喺屋企点缀下屋企嘅咧？即系有啲咩好提议？因为好似有啲朋友都会除咗玫瑰，咁可能话都想转转啊，咁但系咧可能话佢哋花嘅知识又唔系话特别丰富，你有啲咩可以推介下俾大家咧？有啲咩推介？系啦，即系通常摆屋企，你会觉得系靓啲嘅，系啦。通常啲朋友仔买花都系，相信你哋专业眼光。其实通常啲人买翻屋企摆咧，都系摆玫瑰啊、百合啊，我又唔太多过佢哋会摆好多其他啲。百合系啦，百合因为比较襟摆啲啦，同埋。唔使點樣處理佢，唔使刨刺啊嘛，啊係喎，唔會篤到手啊嘛，係咪先？唔使點樣處理佢嘅意思就係話點樣？即係可能話批一批佢哋啲框嘅時候就可以放喺度，即係都會好耐噶。係啦，即係我哋將多餘嘅葉掹走咗，咁其實就已經 OK 噶啦，係啦。哦，嗱，原來係咁啊！咁大家咧即係聽到呢啲花嘅知識嘅時候咧，咁可能咧屋企原 call 咧睇緊我哋電視都會著手做緊噶啦嚇。好，俾大家休息一陣啦嚇，咁啊轉頭翻嚟咧繼續家庭老安居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nnie 文海玲，祝 A+ 生日快乐，业务蒸蒸日上，越来越多观众。电量高，专利设计，轻巧安全。A Magic 的 Magic One 外置万用手机充电器，透过智能手机配搭 D Link IP Cam， 全方位收睇即时流畅影像，用智慧改变世界，让科技改善生活。一一科技有限公司。爆暗疮、出湿疹、上失眠、食药食到灰，中西医药搞唔掂，天然疗法是你唯一希望。A Max。100% 韩国制造，设计时尚，取材环保，全人手制造，尽显独特个性，韩式闪耀尽在 Design in Me。咦，冇人饮味喎！用咗多乐士加利安环保漆啊嘛，美国制造，绝无 VOC 甲醛同其他有害物质，符合美国专业环保认证，全家健康又安心。而家多乐士仲有全新推出嘅环保健康系列，抗菌抗甲醛，保护更全面。想知多啲，上多乐士网页睇下啦。北印度咖喱，辛辣重口味，滋味羊肉，香脆薄饼，多款正宗印式美食尽在潮爆七姨咖喱王。天然纯正无杂质，高级金丝燕窝盏，滋补养生，冬进燕窝装。涉猎细致影像。全新2000万像素 Samsung NX200， 百年老号希腊酒庄优质葡萄，结合千年古希腊酿酒方法，延续酒香文化。Santali， 美艳重新释放，丽人尽显光芒，放松扮靓资讯，分享美容心得，由男女容颜护理到衣着打扮，都一一为你搜罗。你的专业美丽顾问，扮靓事务所。B 出世啦！迎接小生命的来临，要怎样做一个健康的孕妈妈呢？ B 出世之后，又要怎样照顾身边的小朋友啦？同你分享护理妈咪的方法，同埋话你知宝宝成长的心得。好月子培月有限公司特约《月子好宝宝》是一个全方位共融的亲子节目，同大家共聚温馨时刻。刺激品味触觉，紧贴潮流脉搏。发放最 in 资讯，同你一起享受生活。Quality of life， 走在时代尖端，同你一起创造优质人生。问我中意做啲咩？梗系食嘢啦！我咁中意食嘢，但我一啲都唔独食噶。咁多美食，当然要逐一推介俾大家啦。当然仲会揾埋城中名厨同大家一齐 DIY。记住黐住我 Celia， 就日日都食得开心。小风波、大控诉，串烧内容齐齐报，人气话题有纹路。首先我哋研究一下，言归正传啦。单单打打，嬉笑怒骂，嘉宾主持不分上下，恶狗城中热话，吹水烂脚乜都得，热爆话题乱咁噏。继续翻翻嚟家庭乐安居，我系节目主持人胡日轩，同埋我今日嘅嘉宾 Cookie， 你好啊。Hello。嗱，好似头先咧，同大家咧即系分享过咧，即系原来呢个花嘅艺术咧系可以咁博大精深嘅。咁甚至乎咧，原来咧即系打理啲花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特别嘅工具啦，即系去处理一下佢。同埋啲少少嘅巧妙啊。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学到好多嘢，尤其是咧即系好多女仔啊，或者可能咧妈妈啦，我屋企妈妈，我妈妈啦，亦都好中意啦，买啲花咁喺屋企咧摆一摆咁样嘅。但系咧。佢就成日好似咧爭咁啲 concept 嘅，佢就覺得究竟啲花點樣擺先為之靚咧？甚至乎話有啲花買咗之後，佢唔知道買啲咩花去襯佢。其實話煮花同襯花，其實係咪都係一個好講究嘅一個學問嚟嘅咧？嗱，其實好簡單嘅啫。咁首先就揀咗自己中意嘅煮花啦，係啦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其實唔需要話真係襯好多好垃圾嘅嘢落去嘅。嗯嗯嗯，係啦。咁揀一個煮花啦，一個襯花啦。可能
能用翻個葉去當翻個底就 OK 噶啦。哦，即係用翻個葉去配襯，其實三樣嘢都已經好夠。咁當然有陣時有啲情況咧，就係、是有啲人好中意好 colourful 嘅，係係啦，好中意好開心嘅感覺，係係。咁就咩都擺曬落去嘅，咁其實都係冇問題嘅，係係啦。即係話咧，其實花咧係冇一個好準，冇一個準則啦，應該講。嗯，即係冇特定嘅。係啦，冇一個特定，冇一個標準話應該要點樣做，點樣做，點樣點樣做嘅，係啦。總之就係、是、揀自己中意嘅嘢就得噶啦。咁、基本就係一個主花，一個襯花，一個葉咯。咁、三樣嘢簡單。好，大家咧要抄低佢，或者你都記得嚇。哇，我想問一個問題，通常啲客人會中意，譬如話有啲。先生啊，買呢個花送俾太太，或者可能話我哋啲男仔買花送俾女朋友，通常會選擇啲咩花會比較多啲嘅？定係話可能話入到嚟嘅時候，咦 ，Cookie， 我唔係好識嘅喎。係啊，我成日見到嗰啲人咧個頭咧好大嘅。係啦，有啲咩？究竟點咧？咁入到嚟唔知點算啊？好大個頭啊！咁我哋就會帶領佢啦，係啦，就問佢啊，平時太太中意啲咩啊？咁我會話。問佢中意啲咩顏色啊，咩類型嘅花啊，咁樣啦。咁主要就係、是、啲男仔就會講咗、啊，講咗主要嘅花，譬如當白色玫瑰咁樣啦，係啦，咁啊揀咗白色嘅玫瑰，其他嘢阿先生咩都唔知咯喎，咁點算啊？咁唔緊要啦，咁我哋就話啊，不如交俾我哋，我哋幫你配搭啦，幫你整靚佢啦，咁同埋睇翻而家呢個season有啲咩靚嘅嘢，新鮮嘅，咁我哋就幫你。劈好佢，襯好佢，咁啊送過去咁樣咯。其實四季入面咧，咁、春夏秋冬呢四個季節，咁、通常係邊個季節咩花會活躍啲咁樣嘅咧？可唔可以同大家即係逐一花會活躍啲啊？即係逐一介紹啦，即係話可能話即係盛放多啲嘅咧嚇，即係春夏秋冬咁樣會唔會即係每一個季節都會有啲咩特別嘅花會特別賣得好啲，或者可能話有啲人特別覺得中意誒呢只花。送俾人會啱啲喎。O K， 係嗱，咁玫瑰百合一年四季都好穩定噶啦，都 O K 啦，係嘛？係。咁跟住到新年嘅時候咧，就會可能會有啲牡丹啦、因為差唔多過年啊嘛，咁香港人都好中意擺，因為花開富貴嘛。係啦，咁跟住到春天嘅時候啊，春天有啲咩花？譬如嚟緊開始春天夏天啊，咁就會擺向日葵啦、太陽花啦，同埋都主要都係個顏色多啲，因為橙色、黃色啊多啲，因為夏天咧個感覺比較 colourful 啲啊。嗯，係啦，跟住到反而接近冬天嘅時候咧，啲人就會揀啲紫色啲嘅花，即係譬如可能繡球啊，或者風信子啊之類啊，咁馬蹄蘭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啲咁樣。哇，咁我想問一下，譬如話喺屋企啦，我真係想唔同嘅地方。放一啲我自己喜歡的花啦，咁樣其實有冇話一啲點樣嘅佈置或者係研究？其實話即係你例如講邊一啲位置可以擺到花？係啦，應該可以點樣放嘅咧嚇？其實好基本就茶几啦，係茶几啦，同埋食飯餐台啦，係同埋有陣時一。入門口個鎖匙櫃啦，入翻到屋企好興擺低條鎖匙嗰個櫃啦嚇。咁有陣時有啲人就會擺喺睡房啦，但我自己就唔會擺睡房嘅，我只會擺嘅廳嘅啫。咁有啲就洗手間啦咁樣樣咯，係啦。咁大致上都係呢啲位置。其實通常喺房嗰度，即係房間係咪都唔太建議擺花嘅咧？其實都唔係太建議嘅，一來就因為本身花始終都會有啲味道啦，係咁你瞓覺嘅時候，因為你對嘅時間太長啦，咁你可能會聞到會，你會對自己個呼吸唔係咁好。即呼吸不是那么好，是即都建议大家即比较最好在那个房间休息的时候就尽量不要给外界有任何东西可以即刺激到自己。而且其实你放在睡房里面你都睡觉的了，你都看不到花的花放在睡房做什么呢？是明白 的, 明白的。我们会放在厅里，因为多数时间都会动在厅里嘛，可以对得耐啲会好啲嘛？咁啊真系啊！咁麻烦你唔好嘥嘛，睇多几眼都好啲。其实我哋喺香港咧，我哋而家咧即系主要喺花店啦买到嘅花咧，通常都系嚟自边啲地方会多啲嘅咧？
其實主要咧就有多啲嚟講咧，就兩個地方啦，譬如荷蘭啦，同埋昆明，因為昆明其實都好緊要，因為昆明喺呢個世界各地嚟講，除咗荷蘭之外咧，昆明都好出名嘅，佢啲花都好靚嘅，係啦。咁跟住荷蘭，當然佢個出產嘅花係真係好靚，真係好靚，係啦。咁佢培植嘅花嘅 quality 都唔錯啊，咁樣嘅係啦。咁仲有好多譬如有陣時香港都會有啲日本過嚟嘅花啦，紐西蘭啊、以色列啊、澳洲啊，有陣時甚至乎毛里求斯啊啲咁，好多地方都會有啊，或者遠都會有噶。仲有新加坡、台灣都會有過嚟噶。係係係。好多噶，咁可能有陣時有啲人就會覺得，你間花店啲花喺邊度過嚟噶？咁我就會問，咁你問邊一隻先咁樣，即係都因為你唔同嘅花嚟嘅地方都會唔同啊嘛。我都有唔同嘅產地咁樣噶。係啦，係啦，即係可能同一隻嘅玫瑰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產地咁樣咯。其實我哋成日都話聽到玫瑰花，玫瑰花。咁有時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又話睇電影又話黑玫瑰咁，其實都比較誇張。其實查實我哋真係買玫瑰花嚟講，其實我哋通常而家真係有好多即係大家都會諗到好多嘅心思去，即係點樣去。培植一些特別的顏色出嚟，其實而家有啲咩特別的顏色嘅咧？玫瑰花特別的顏色啊，即係好似我哋頭先睇到嘅紅玫瑰啦、白玫瑰啦，咁仲有啲咩啊？我唔識嘅喎。特別培植一啲粉紅色啦，即係粉紅色。因為其實粉紅色裏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粉紅色嘅。因為有些粉紅色咧，佢個邊係有啲白色咁樣樣。係啦，咁因為最新嚟講，又好似唔多個有啲咩，係啦，但就有好多，淨係粉紅色都可以培植到好多唔同深淺嘅粉紅色咁。仲可以調校深淺添啊！原來而家花嘅品種原來係咁犀利嘅。係啦，係啦，當然培植方面我就唔係咁熟悉啦。我明白。係因為整靚佢，我覺得 OK 嘅。係啊，咁其實咧。即係喺嗰個花咧嘅學問上邊咧都有咁多啦，咁樣。但係其實好多時咧，香港人咧都比較懶㗎，你都知道啦嚇。咁究竟咧，其實有啲乜嘢花係特別多人中意買嘅，甚至乎就係話好似我呢啲懶人咁，易打理嘅花又係邊啲啦嚇？易打理嘅花咁當然擺翻屋企咁嘅百合啦，方便嘛，就插落去，即係可能你唔記得咗換水咁，擺到開曬謝曬都可以 OK， 唔使理佢咁樣。咁但系就大多数女仔都会中意摆玫瑰啊，摆下绣球啊咁样样啦。咁譬如有啲就有啲香味啲嘅花，咁就譬如百合就会香味多啲啦。有阵时风信子都系一个好香嘅花嚟噶。风信子系啦，风信子好香。譬如喺一个密闭少少嘅空间里边咁讲啦，咁嗰个花味咧就基本上就可以喺晒成个室内已经好香好香，传到劲咁样样啦。即係呢啲花就特別會有啲香味嘅。係啦，但係有陣時候如果你鼻敏感嘅話，就要注意少少啦。太濃味嘅，即係個花味太濃嘅話咧，會刺激到個鼻會唔舒服。係啦，但係我其實會有鼻敏感啊。但係我今日我聞到花嘅時候咧，我有少少覺得清香嘅感覺，但我就會覺得冇咁濃味係啦。係啦，因為呢個花比較淡味啲就冇味，係啦，同埋可能有時又加，譬如有唔係淨係花先至會有味啦，有啲葉都會有味嘅，係啦，就係尤加利葉。尤加利葉係啦，即係會特別個味道會濃烈啲嘅。係啦，會清香得嚟咧，佢就會如果好近距離嘅時候咧，佢先至會好濃烈啦個味。係啦，咁遠距離嘅時候都係清香嘅，係啦，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哇，真係幾好嚇！不，但係有啲朋友咧，好中意話：，我中意聞到花香味嘅，其實係咪真係總即係真係咁？除咗呢啲好清淡嘅一啲味道嘅時候，有冇啲特別嘅花係好濃烈嘅香味嘅咧？其實會唔會有呢？其實風信子的味道已經很濃烈了，很濃烈的，是的，風信子的味道已經很濃烈了，是的。其次屋企擺就百合啦，當然百合都有分很多不同的品種的百合，原來有分很多種不同的，是的，其實玫瑰都有分很多不同的品種，百合都有分很多不同的品種，因為是的，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名字，因為實在太多了，即是什麼什麼玫瑰，什麼什麼百合，是的，是的，是的。今天的節目實在太短時間咁樣 ，Cookie 咧有好多嘅呢個花嘅知識咧，咁啊實在咧要慢慢慢慢先可以解答到我哋。不過咧，大家唔緊要嘅，咁啊如果咧即係。
聽漏咗嘅，但係咧又想重温翻我哋嘅節目㗎啦，咁啊記住啦，即係抄低我哋以下呢一個網址啊，就係www.apis510.com.hk， 或者咧用你哋嘅智能手機咧就可以啊上到去呢個 App Store 啦，就係 search 我哋嘅 Apis， 就 download 我哋嘅呢個應用程式，隨時隨地咧可以呢個收睇我哋嘅節目㗎啦。好，我再一次多謝 Cookie 同我哋講咗咁多咧，關於咧花嘅一啲知識啊。好，我哋下次家庭樂安居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同一時間再見，拜拜。